今天晚上过了之后，还有两个白天，你怎么过呀？还得吃东西啊！我的妈呀！啊，他们那个法棍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呀？哦，我们昨天还嫌弃这个法棍，我们超级嫌弃法棍，你记得吗？真的是超级嫌弃。好硬啊！听到这声音我都……啊妈呀！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？现在我觉得法棍应该特别好吃。我现在在这个沙漠里感悟的最多就是我想吃东西，我啥都想吃。我还深深地感觉到我对祖国的热爱，我爱中国。哇、哦，我也是，我想我妈，我妈身体不好。我进来的前一天，我姐给我发信息说我妈在医院挂急诊，然后我说我几天没有网络，我好着急。101的女生之后要去沙漠准备献上我的厨艺。我之前跟我家人说我要来沙漠了，他说啊那会晒死，他们只会担心这些，因为他们是完全支持我出来的。我出沙漠我要立刻跟我家人联系。我都没跟我爸妈说我干嘛了。你爸妈平时知道你的行程吗？我从来不说，我爸妈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尽量给我爸好的生活，但是我不会告诉他我在干什么。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能比亲情更重要，知道吗？这是你跟家人分享的，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，你都得应该跟家人分享，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这个社会、这个生活上就是奋斗了。煎饼，哇煎饼，哇焦了，哇好棒啊，太烫手了，哇花裂掌，花裂掌，这个不就是传说中的山珍海味吗？感觉很香，我觉得这个好棒啊，对，很实用哎，哇好香啊，绝了，哇哦，我们的小彩虹做得怎么样呢？哦睡醒了，哦小歇醒了，他们都饿死了。特别好吃，这烤的就是好吃。没有了，好吃吗？你舒服一点的吗？嗯。有点辣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找风向。这个是个充气的沙发。试试。哎呦，好爽啊！卡路里，卡路里，卡路里，哈哈哟。成就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，安全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。哇，大学这什么东西啊？充气沙发，好舒服呀！他这在小物说上领的，在哪里呢？小物说，直接领啊，不用买吗？对，免费送的。你可以把闲置的物品放在上面，然后积攒小红花，小红花到了就可以免费的领东西。哇哦！我就下一个。有 WiFi 的地方我就下一个。小物说，一个只送不卖的 APP。哎，安静一点，休息啦。感觉在被沙漠逼疯了。都来了吗？我们今天可能得换个方案，就是有一波先走前面，
就不用停的那种。对啊，换成两批，因为有些人不舒服了。对，已经现在很 OK 的人，早点过去先去搭帐篷，用点饭。对，因为饭比较久。那我是第二批走。啥？你腿有点受伤。我们跟着那个驼队走，我都带第二波吧。Are you ready？ 加的那起舞起，跟着慢慢战斗力。想到了丝绸之路之前，你不觉得像吗？我们此刻就是杨超越，你少说点话，不然的话我力气就消没了。哇，他们都没有 GPS， 他们怎么知道路的呀 ？GPS is here。哦哈，他们的电脑 GPS 在这儿。哇。哇，那个倒影很好看，快点走，骆驼的脚走得很快。骆驼怎么可以走这么快呢？因为它们脚很长啊。哇，它们一步相当于我们两步。骆驼真的很厉害啊，它。对，骆驼好厉害啊。骆驼怎么有那么多屎啊？用力过猛呗。那么累，一用力不就拿出来。就骆驼的粑粑在这个沙漠里滚呀滚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嗯。那位美丽的姑娘，不知你从何处而来？为你而来。这位姑娘，贫僧自中土二大唐而来。丢丢丢丢丢。那我们要不一起红尘作伴，过得潇潇潇洒洒，策马奔，共享策驼狂奔。走完我们体能都变好。我们来沙漠开演唱会吧，我们给这里的骆驼表演节目吧。耶，大马妹妹，别想我的家了。杨老师，你别下马。哇，不会要到了吧？想多了。你看那他们在后面吗？拉得远了，他们跟我们根本看不到他们。哎，闪丽呢？那是闪丽吗？哈，他走得好快。闪丽，等一下。妈呀，我先过去，因为我要休息好几次，我的腿不能跟你们一样一直走。哦，好的。因为我。